一号，这是。 这是属于我们的记忆，我等你。 保卫世界的梦想，一直有你在守护。相信我，无论那架纸飞机飞向何方，都会永远记得那个最初的地方，最初的我们。许昕，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？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敢表白。 过去的我没有足够的实力，怕你跟着我危险。现在的我已经强大到可以保护重要的人。加油！加油！所以，许昕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 我愿意。嗯。哦。是不是？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